Hello，今天吃一个米肠，这个米肠啊，这一袋就是1斤的。然后你煮的时候呢，外边这个包装袋别拿掉，它是食品级的，就是不怕煮啊，绝对无毒无味的。然后煮个8分钟到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一袋倒出来就是这么多啊，这个就是1斤的。然后咱们来一个。真的很香，很香，很香。糯糯的，香香的，特别好吃。